大家好，我叫齐怡元，我今天站出来坚决反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。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，首先抓捕了一大批维权律师，然后篡改了宪法，颁布了限制言论自由的国歌法、英烈法，以及欺负人民的警察法。现在我十分愤怒，因此我今天站出来声援维权律师，要求言论自由，立即释放维权律师，恢复维权律师的资质。同时我反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，并且我要求结束共产党的一党独裁。请大家支持我。